欢迎来到天津卫视大型公益圆梦栏目《幸福来敲门》，我是涂磊，感谢您在电视机前的守候。本栏目由梦泉小粉瓶无水更锁水法国梦泉特别赞助播出。大家可以登录优酷网、腾讯视频、搜狐视频、PPTV 聚力来观看节目的完整视频。当然，我们还是要感谢新浪娱乐、腾讯娱乐、搜狐娱乐和网易娱乐对于本节目的大力支持。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现在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万事达手机客户端，进入天津卫视直播聊天室，边看边聊，也可以通过天津 IPTV 网络电视或者是万事达手机客户端观看本期节目。接下来我们来认识一下四位幸福观察团成员，他们分别是六人游的合伙人潮汐，梅尔慕眼科医院的创始人叶子龙，长春康达医院肥胖病科主任于树忠，西罗国际形象设计中心董事长杨欣。让我们掌声有请幸福心愿持有人。你好，主持人好，请做自我介绍。大家好，我叫宋盼盼，我今年31岁，是一名特教老师。一个非常伟大的职业，从事这个行业多久了？10年。这10年面对这么多特殊的孩子，有一些什么特别触动你的故事吗？在北京工作的那一年，第一个孩子让我特别记忆犹新，就是正月16的一个早上，一个妈妈抱着一个4岁多的孩子，孩子的小脸是黑黑的、春春的，然后帮我把孩子接过来以后，看见孩子的手也是指甲里也是脏脏的，和我们其他康复中心里的小朋友是不一样的。后来问一下园长的原因，是由于孩子父母过年没有带孩子回家，一直在工棚里住着，所以孩子才会这样。爸爸妈妈为了给孩子赚更多的康复费用，没有舍得火车票来回家，一直带着孩子在工地。但孩子可能有2年的康复，相对好了很多，家里的条件也是实在是赚不到更多的费用，然后就回了老家。每一位特教老师都有一颗悲天悯人之心，即便事情已经过去多年，但是在说起那个清晨啊，向前一步，说出你的幸福心愿。我的心愿是给姐姐找一份稳定的工作。谢谢，请回。刚才你说到你要照顾自己的孩子，还要照顾姐姐的孩子，对，然后你的心愿是要帮姐姐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几件事之间有联系吗？因为姐姐一家四口人都是聋人。你有几个兄弟姐妹？我们只有姐两个。父母呢？父母有这个聋？没有。不是遗传吗？不是。但姐姐家是遗传的。姐姐家的孩子也是聋人？对。那她的丈夫呢？也是。你说一家四口还有一个？还有一位婆婆。就是你姐夫家的这个耳聋的症状是遗传？对。然后你姐姐跟孩子之间也是遗传？对。你的孩子还好吧？很好。所以其实你负担挺重。是。姐姐一直以来没有工作啊？姐姐姐夫没有工作，都靠低保生活。那确实是。原来还有。
家里边四方打听，就打听到有特教学校。姐姐已经上学三个多月了，然后那边传来消息说我姐可以去特殊教育学校去上学，这个时候真的是特别高兴。在生活当中，我觉得你应该也是承担起了照顾姐姐的一些任务吧，因为她听不见嘛，你应该就是她的耳朵吧。对，有什么事情姐姐都会和我商量，比如今天孩子上学要穿什么样的衣服，这样的问题姐姐都要问我，今天外面冷不冷，孩子要穿什么样的衣服。她已经完全依赖你。对，这是从小养成，只有你能够理解她眼睛一动眉毛一动她是要干什么，是吧？对，有没有这样的默契？有，比如今天早上我们在吃完饭以后，姐姐很简单的一个手势，这样是问我房卡在我这儿吗？提示卡。啊，我说没有，然后就你知道他说什么。对，很简单一个手势，他也不用打特多的手语，房卡不用打这么多。那爸爸妈妈能理解吗？不能理解。那为什么爸爸妈妈也一起朝夕相伴，为什么他们能理解你能理解呢？因为我就是从小到大，我要能够跟姐姐更好的沟通，我选择了读特教学校，所以我的这么多技能是从学校里学来的。你是家里面他跟父母之间沟通的桥梁。是，其实在小的时候在入学前，姐姐就为了要一个这么大的东西，我们全家都哭了，都不知道是什么，把这么长的所有的，比如说他就比了一个这么就这么、啊、就这么大就这么大、啊、我妈给他拿了好多的书，不是这么大的书，杂志，然后小人书，然后有别人用过的上学的书，也不是，然后拿一文具盒，还不是。嗯，对，把差不多这么长的东西，家里能看到的能想到的都拿出来了、嗯、可是都不是。后来姐姐哭着跑到外面，然后她把树枝折了大约她记忆的这么长度，拿着一支铅笔放在这里，她告诉我们想要的是一把尺子。好，谢谢。为什么？想描述自己内心的话，却找不到沟通的渠道，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他的存在是多么的弥足珍贵。你在这个，你让我们在平时在生活当中，很多人夫妻之间都会说你那么不懂我，这么多年咱都没默契，是吧？但是一个妹妹和姐姐之间，因为这种特殊的关系，彼此已经非常默契的啊。今天姐姐也来到了现场，是吧？姐姐叫什么名字？宋晶晶。来，我们有请晶晶。你好，来，晶晶你好。大家好。啊，哎，我问问姐姐，妹妹带你的孩子带的怎么样？带得好，穿得好，吃得好。啊，你的外甥女儿和你的儿子都在你妹妹那儿带，你觉得这俩孩子谁在这个生活上这个更受到照顾？在我家生活照顾得非常好。啊，我是说这俩孩子。两个孩子哪个个照顾得好？姨照顾孩子多一些。啊，其实你的工资也不多呀，照顾两个孩子应该会有一定的经济压力啊。我们家的收入是这样支配的，是我的收入完全给姐姐家，嗯，然后我们家其他的开销都是我先生的。哦，那先生也是个好先生啊。真的非常非常好，这么多年如一日啊。比如我们家孩子是捡朋友家孩子穿剩的衣服穿，嗯，现在有校服了，就是说妈妈我有新衣服了。然后我外甥吧，就是每到换季的时候，我老公就会提醒我，外甥的衣服是不是会小了，赶紧给他买新的，要买好一点的。啊，对，所以你的这个外甥跟你之间应该感情也特别好。对。哎，我问一下姐姐，你觉得心目当中妹妹有哪件事情是做的最让你感动？
我不知道怎么说，我想说姨是一个好人，什么都管。他叫你叫姨？他就习惯了，就是从孩子的角度出发。这个这么些年来呢，这个姐姐一直有一个心愿，就是想跟妹妹说点知心话，但是她没法说。可是我们今天用一个技术手段给实现了，啊，我们来看看这个姐姐到底想对妹妹说什么呢？我们一起来看到这段 VCR。其实在你们生活当中，更多的表达已经不局限在语言当中了，对，已经渗透在你的一些行为。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出片中的这位小朋友。累不累啊？不累啊。要我帮你拿着吗？自个儿拿着。这什么呀？这是给主持人
蛋糕给我的，这个是巧克力榴莲，哦，给你保持身体。哦，小朋友有我们的份是吗？有你的份。谢谢小帅哥。哦，这是草莓的。谢谢小帅哥。这是什么呀？芒果的。芒果啊，有的人芒果过敏呢，你得先问问呢。哎，不不不，我不过敏。好，谢谢啊，谢谢谢谢宝贝儿。不过敏哪那么多废话、哎？哇，太贴心了，哇，谢谢。哎呀，我这个真好吃。不对，我吃完以后才发现有问题。什么问题啊？我还是，万一人家心愿咱实现不了呢？为什么送这个给我们吃？因为这个是可以让主持人不那么疲劳。这是你的幸福心愿是吗？就是祝涂老师这个笑口常开。如果这是幸福心愿的话，那我们就可以放心的吃了。好，总感觉吃下去心慌慌的啊。是的，这是谁做的呀？是我做的。你做的？耶、yeah. ，是别人帮你做的？我自己做的。做的还真不错哎啊，挺好的。说实话，我再多问一句啊，就是除了送这个给我们吃，希望我们身体健康之外，真没别的事儿吧？嗯，有。涂老师有一种掉进坑里的感觉。算了，反正我已经吃了啊。这个东西你经常在家做吗？嗯，对，我课余时间都在做这个甜品，我微博上找，百度上找的，自己。你还百度呢？嗯。现在的小朋友真的好厉害、啊，太厉害了！除了我们说这东西好吃之外，别人也说过这东西好吃吗？嗯，好吃。就是我以前做的时候不好吃，有的没烤熟呀，有的还不如状态。对，我就自己吃了。现在我做的好吃，我爸爸妈妈都喜欢吃。你爸妈平时做饭吗？爸爸妈妈都很忙，他们都不按点吃饭。我做蛋糕是为了让他们能吃，然后他们还可以带到单位里吃。你还做这个给他们带到单位去吃？他们反而不给你做饭。由于他们工作忙，就是我一般都在姥姥家，到吃饭的点才来接我。那你是不是在家里面除了这个之外，你还别的也会？我会做家务，晾衣服、拖地，还有扫地。我晾衣服晾可好了、啊。这些事情是爸妈要你做的，还是你主动要做？我主动喜欢做的。你怎么那么喜欢做家务呢？你又不是个女孩。涂老师，这就是这个观念的不对。谁说现在的男孩不能做家务、啊、不能做饭呀？我这太封建了。而且这长大了之后啊，找女朋友特别好找，因为现在的女孩都喜欢暖男，大杀器。哎，还是心里惴惴不安，就是不知道你的心愿是什么啊？我得了解一下你的心愿，我们再好好聊，好不好？好。来，上前一步，说出你的幸福心愿。我的心愿是让我爸爸妈妈说话算数。来，谢谢，请回。这叫什么心愿？嗯，因为我爸爸妈妈从小就说，他们就说话不算数。就小时候他们用玩具来诱引我，然后现在我长大，他们也不给我玩具，反正我就习惯他们说话不算数了。说几个他们撒的谎的这个例子，我听听。有一次他们本来带我去看电影，他们没去；带我去旅游，他们没让我带我去了；还有一次去这么大的。最大的就是我上学的时候不太喜欢上学、然后我爸爸妈妈就这样带我去坐过山车，他就给我看描述，他就让我就乖乖去上学了。我上三年级的时候，他们还没给帮我实现这个愿望。骗你这么多，那我想问一下，爸爸妈妈除了说话不算数之外，还有别的你需要他们做到？就是我从小就在姥姥家那里，就我爸妈都不太管我，就光顾着工作，是想让他们多陪我。你跟他们说过你有这些要求没有？为什么呢？就是害怕他们在凶我啊。涂老师，我知道他的幸福心愿是什么了。他希望啊，我们等他的父母上台了之后啊，批判一下他的父母对孩子照顾不周。我跟你说，李明子，刚才你说的那几条我都能做到，那要不你跟我走吧。啊你看你那么可爱，我们都喜欢你，我带你去看电影。父母再不好也是自己的。这个老李叫什么名字呀？李涛。李涛，那李涛的老婆叫什么名字呀？张莹。我们掌声有请李涛和张莹。喂，你好。主持人好。大家好，我叫张莹，这是我的爱人李涛。我们俩都是一名人民警察，工作都是警察。警察说话不算数。
肯定有背后有隐情。背后有隐情。对，想问一下，你们是公安系统的，具体什么工作？我们俩都是来自一线的，然后我老公他在派出所是一名片警。啊，片警。社区警察。你呢？然后我现在是在派出所从事户籍工作。平时很忙吗？嗯，对，平时工作是挺忙的。因为我们这个工作吧，就是正常的是8:30上班，然后5:30下班，但是就是一个星期，会有一天或者两天是值班的时间，是24小时，然后还有一些特殊的一些巡逻任务呀、安保任务呀，就是时间都是不固定的，就可能说走就走。你这个儿子这家务活干得一把手啊，其实就是有的时候我回家，他就说妈妈，我把地给你擦完了，很高兴地跟我说。但有的时候小朋友他打扫的不是很干净，然后我会责怪他。其实你还责怪他？我说你不要弄了，妈妈就有时间会弄，然后你就复习你的功课就可以了。我也知道孩子他这样做就是体谅妈妈，知道妈妈工作比较辛苦，就是想帮妈妈忙。然后他会自己做饭，会自己下面条，自己煎鸡蛋。刚开始的时候也是弄的那个厨房里一片狼藉，但是就是想想是因为我做的不到，所以说孩子那么早那么懂事儿。他刚才说你兑现过他一些承诺，但是却因为突发的事件不能守诺，你能给我们举几个例子？其实原来我没听过孩子跟我说过他内心其实对我承诺他的事儿还这么放心上。你都忘记了吧？其实可能就是家长就说说而已，但是说说而已。但是孩子就没想到他这么记到心上。记得是他在他2-3岁的时候，那个时候他刚懂事嘛，然后就是牙齿不清的就说妈妈你带我去公园。那个星期我已经答应他带他去公园了。但是那个时候我执行一个我们那边就是很特殊的一个任务，不能跟家人说去哪儿，包括跟我老公也不能说去哪儿。一走走了2个星期，然后回来的时候他就哭着就说妈妈你回来了，我要去公园。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哎呀，我答应他带他去公园我没有去。然后回来就弥补了一次。然后呢等他上小学的时候，刚开始不是很喜欢上小学，哭了啊。我就说那你不喜欢上学的话，那我们要学习啊，那这样那个你如果去认真上课，不哭宝贝啊，你认个如果去认真上课，然后妈妈就带你去坐过山车，然后那个我带你去看一些什么米老鼠啊、唐老鸭啊，一些他那个就是那种动画人物，然后从此以后就认真上学了。哎，你这些原因跟他解释过吗？没有。哎，你为什么不解释呢？他没跟我说过他会就是我说的这么一句话记到心里。然后呢其实我现在回想一下，他是有的时候会跟我说的，说哎呀妈妈我哪个同学去迪士尼玩啦，我哪个同学去那个游乐场坐过山车了。他还不直接跟你说啊？我现在就是今天刚听到这个事情，我现在一回想，其实他是把这件事情放到心里，真的是小朋友已经放了3年多了。所以说他很聪明啊。他就像有些女人一样啊，他不直接说我要买那包包啊，他说哎我有一个朋友那包包好看啊，哎这衣服很搭，哎呦这手最近这怎么又这个糙了呢，你就这意思你知道吗？你平时应该也用这招吧，你咋就听不出儿子说的这些意思呢？是不是你所说的就是想自己去玩对不对？他们听不懂，你觉得他们是装听不懂还是装听不懂？那你为什么不平时投诉他们呢？不敢。他心里也知道，其实他很自豪我们是就是从事这个工作的。哎呀你不能拿这个东西，你不能拿这个作为借口啊，对不对？哎呀他很自豪的，他能理解我们工作的，他毕竟还是个孩子嘛，是吧？爸爸解释一件事，你肯定也有不守承诺的时候对吧？对，陪他的时间很少，这个值班一值班就是24小时。他也知道有的时候也很危险，比如说我们接到警去出警不知道是什么情况，就前段时间我同事不出警那个平安夜，对，出警就被人打伤了。这种情况都是很难避免。那天正好就是他同事那天就受伤，那天正好是我值班，就是本来那天把他放到学校里，然后我说就是8:30接他就回家，然后我们过平安夜的。
结果就单位一个电话说这边有一个警情，就让我们就是到那个他们所里去协助工作。然后爸爸那天平安夜在所里，然后平安夜我们每个平安夜都有消防检查、安全巡查，就是因为有烟火嘛，就是害怕不要再出现什么意外，就没有人接他了。然后是让朋友把他接回了家里，就是本来承诺他的一个就特别美好的一个平安夜，就是一个突发的事件就没有了。李明泽，那那天平安夜你是怎么过的？我记性不好，我有点忘了。你忘了？我好像是在重阳家。快乐的事情还是忘掉最好，对不对？工作当中啊，还有一些什么特别琐碎的事情？我那一块儿就是我们当地比较有名的一个医院，看病的人比较多，有很多人因为丢失了钱包啊，回不去啊，或者是看完病没钱回家了，我们如果在力所能及的范围下，也会给他们帮助的。还给他们帮助。我老公是属于比较热心的，嗯，就是有一天，就是我们在家，他又接了一个电话，然后我就听说，他说不用了，不用那么客气哈，我就很好奇，我说谁呀？还一个女的给你打电话，啊，还说还钱是什么意思呀？然后他就原来女警察也吃醋啊。然后他就说，就是他值班的那天有一个外地带孩子来医院看病的一个人，他的钱包被偷了，就是因为这种扒窃的案件，不可能就是早晨丢了下午就能找到。就眼看天黑了，他没有钱回去，然后我爱人就拿了200块钱，然后让他带着孩子回家了。然后这个妇女就给他打电话，就说要把钱还过来。然后我爱人就一直就说不用不用。这个话呢，传递出两个信息。第一个信息呢，就老李是一个乐于助人的人。对。第二个信息就是老李钱不是交给你的。这是这个意思吧？他是有活动经费的。对对，这是一语双关的是吧，老李？对对。李明泽，你平时见过爸爸抓坏蛋吗？没有。想不想看一下？想。我们请一个叔叔演一下坏蛋，好不好？好，抓那个坏叔叔。是那个穿的花里胡哨的那个叔叔是吗？来，我们看看，哎，平时你是怎么制服他们的？动手吧。这个啊，你正常走就来，好好看着你。看见没有？威风不威风？啊，威风不威风？啊？我都能制服他。来来来，你制服他，来，你学爸爸。好，来来，再来，再来。好，把你带走了，把你带走了啊！来来，赶紧喊爸爸救命！李明泽，哎，你发现没有？他不是刚开始我们所理解的只会做家务的安静的美男子，其实他也有活泼好动的一面。在家里边，你有像他今天一样跟他这样的互动吗？没有，没有。其实他挺喜欢的，对不对？来，谢谢朝夕，以后要多点互动啊。就李明泽，他其实很懂事儿。然后我觉得他内心是比较崇拜我们这个职业，就有的时候就是想不给妈妈添麻烦那种感觉。就您看他现在就鼻子上这儿还有一块疤。去年夏天的时候，姥姥带他出去玩，然后他从一个2米多高的台子上直接栽下来，就头鼻子这儿全都破掉了。然后到了后期，我妈妈才给我打电话说，不然你就先回来一趟，说孩子摔了。我还没想到有多厉害，但到了家一看我就懵了，就头都肿这么高，然后这边全都是破的，我就很心疼，我就哭了。然后我就抱着他，我说，哎呀，那个悠悠你怎么那么不小心，然后摔成这样，你也不给妈妈打电话，妈妈带你去医院呀。然后他就弱弱地说，我不想麻烦你，我知道你工作忙。其实真的听到那一刻的时候就特别特别心酸。我说，那你受伤了妈妈也得带你去医院呀。他说，我摔的没事儿，也不是很晕，也不用去了。就真的是一个很懂事的一个孩子。李明泽啊，上次把脸摔了痛吗？不痛，差点毁容了都不痛，脑袋肿这么高还不痛。他就是含着眼泪去跟我说啊，就特别坚强的一个小男子汉。在座的正好今天都是四位男士啊，都是爸，你们如何解读这一对父母和孩子之间的故事呢？看明泽我就想起我女儿来了啊，这是在2000年的时候，北京电视台一档节目，我也是做嘉宾嘛。当时我做嘉宾的时候，突然放了一段视频，是那个电视台去我们家的秘密采访。那视频里边就讲那么一段，那时候我女儿才5岁哈，我女儿就说，啊，有一次我爸爸出去做手术，我抱着他的腿，我不让他走，我爸爸把我推开了就往外跑，因为我要赶飞机嘛。他说我特别难受，就是这种陪伴孩子这件事情，
到现在我都觉得很遗憾。所以说，这是职业使然，还是是我们自己做的不够，这需要反思的。就是我亲身经历跟你分享一下。谢谢。涂磊老师应该知道，其实我是一个警界的逃兵。哦。对，是因为警察这个行业确实他的付出比一般的职业要付出的太多。所以说我也想向依然坚守在警界的同事们提供更多的帮助，因为我知道我特别理解你们的难。所以小朋友，我们这边呢跟香港迪士尼有合作，我想呢看看香港迪士尼愿不愿意去发出邀请，邀请你们全家去游玩一下。如果这一趟能成行的话，会给你留下跟父母在一起难忘的愉快的回忆，好吗？但是能不能成行的话，还要看看你的表现，还有爸爸妈妈是不是有时间陪你去，这些呢都要看一看后续你的表现是不是够好，看看父母的表现是不是也够好。谢谢谢谢。爸爸妈妈以后不能去就是不能去，不能说啊随便说我承诺你去吧，结果又不去，结果造成你更大的失望。以后爸爸妈妈做得不好，你也可以批评他们，好不好？我不敢。可以的。没有，你以后说我们做什么，以后爸爸妈妈也答应你，就是我们答应你的事情，尽量去办。如果是有工作的原因或者什么原因，会跟你说清楚，然后我们再去商量一个合适的时间，好不好？只要是爸爸妈妈工作上时间允许，然后我们也有年假，我们可以一起休年假，以后一起带你出去玩，好不好？接下来我们穿过这扇神奇的大门背后，就看看你们到底能不能去迪士尼乐园，好不好？好。那咱们现在往门后走，来去吧，开门。再见。再见。拜拜。夜晚来临，在华丽的光影会巡游和绚丽的烟火下，李明泽的欢乐旅程也即将结束，但是还有一个小惊喜等待着李明泽。精彩节目稍后继续，马上开始。本栏目由梦泉小粉瓶补水更锁水法国梦泉特别赞助播出。
如果您也有故事想要在这个舞台上分享，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通过微信公众号说出微心愿来参与到本栏目当中。大家可以登录优酷网、腾讯视频、搜狐视频、 PPTV 聚力来观看节目的完整视频。当然我们要感谢新浪娱乐、腾讯娱乐、搜狐娱乐和网易娱乐对于本节目的大力支持。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万事达手机客户端，进入天津卫视直播聊天室，边看边聊，也可以通过天津 IPTV 网络电视或者是万事达手机客户端继续观看本期节目。感谢您的收看，下期节目不见不散。